人不能有贪婪、傲慢、嗔恨等。有正能量的人一定要跳出世俗的小圈子，不能得小利而快乐，要与众生同甘苦共患难，你这才是不求回报的奉献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师父说，依教奉行，好好放下个人得失，不要以小苦为乐。师父还说，很多人得到一点小利益，马上快乐得不得了，这种人不可能彻底消除业障，去除烦恼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大概15岁左右的时候，有一年夏天，我和两个妹妹在自家平房顶上休息了几天晚上，可能是我没盖好被子，腿落下了关节炎，不能见凉气，电瓶车就不能骑，即使带挡风也不行。今年家车家人开去远方上班了，没办法，我骑电车去放生几次，做了防护，加重了膝关节疼痛，以至于腿都快瘸了。我许愿了小房子，但是实在业障太重，念不过来，我就求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我跪拜佛菩萨，弘扬佛法，救度众生，都要靠我这双腿。我已经许愿小房子了，我记到本上，等我把之前许愿的念完，我一定念，请您慈悲我。我现在先用大力盐炒热热敷，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好了，我一定做更多的弘法利生的事情。我用盐热敷了4次，竟奇迹般的好了，现在就没感觉到膝关节有问题。师兄们想一想，膝关节炎几10年，就用盐热敷4次，没有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有求必应的慈悲神力，会好这么快，这么有力量吗？所以还没学习心灵法门的师兄，请不要再犹豫了，观世音菩萨真的很可爱慈悲，有求必应，早学早受益，谁学谁受益。我一定尊重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谨遵恩师教诲，一心修心灵法门，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，一世修成，报佛恩，报师恩。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道，以下是我分享的真实经历。分享事件一，我有妇科病2-3年的时间了，反反复复一直没有痊愈，最近这段的时间又反复了，用药也没有效果，让我很烦恼。我看到其他师兄们运用心灵法门的法宝消业、超度、忏悔、放生的类似实例，治好了妇科方面的疾病，使我增加了信心，因此我当即就在佛台前许愿一波针对妇科疾病的小房子，7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引起我妇科疾病的业障。当念到3波时，就很明显感觉到我患病部位已经消除了不适，但是我知道想要完全恢复还得继续念诵经文消除业障，真的无比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法门，帮我们化解了生活中的各种烦恼、痛苦、各种疾病。分享事件二，平时我就容易身上这痛那不舒服的，都是依靠念经来化解的。这次小肚子又是突然一阵一阵的抽痛，于是我在佛台前许愿21张小房子化解，21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，1个月放生100条鱼，求菩萨慈悲帮助我消除肚子的疼痛业障。当我许愿之后，一片药也没有吃，肚子痛就恢复了。我会如期完成许愿的内容，真是无比感恩菩萨妈妈帮我度过了一次次的难关，让我在生活中有了依靠和智慧来化解人间各种问题。我自身有很多的毛病，特别自私，脾气大，菩萨还是大慈大悲，闻声救苦，真实不虚。
无时无刻不在救度我们沉沦苦海的众生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菩萨的慈悲心怀，佛法真实不虚。我一定要精进修学，真修实修，永不退转，改变我身上的毛病，不辜负菩萨和师父对我的苦心。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道，弟子分享一件事，上上周六陪家人去郊外，回来发现小便出血，一开始有点慌，然后想到有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，一定没事的，同时忏悔自己孽障的深重，晚上一边念经一边睡去，整晚睡得很好，倒是家人觉得我得了大病，担心了一夜。周日去观音堂值班，我上完香，看着最最慈悲的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妈妈，觉得释迦牟尼佛在对我笑呢，顿时泪流满面，在感恩菩萨加持的同时，也感慨人生苦空无常，本来好好的突然就可能生重病走了，没了，只有解脱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由于小便不规则出血，我做了几个检查，医生看着小便报告，紧张地叫我第一时间去做 CT， 还说要见专家寻求下一步方案。在通知我 CT 报告已经出来的时候，我又正好在观音堂，对着最最慈悲有求必应的菩萨妈妈，我许愿病好了一定现身说法，放生3000条鱼，烧56张小房子。当天拿报告的时候特别顺利，本来要排1个多小时的队，我就等了10分钟，然后医生对我说，我的报告他看了，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结石和肿块，非常干净，得出的结论是他也没法解释为什么会出血，然后又一点没事儿，说可能那天太累了，只有我知道其中真正原因，是因为我有观世音菩萨妈妈保佑加持，加上自己的愿力，才又一次化险为夷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。在中国广西有一个77岁的唐某，他杀死了自己的老邻居，就是因为4年前这个邻居姓廖的曾经毒死了唐某的一只狗，他一直怀恨在心。我们现代人被5欲6尘所染，悲伤烦恼忧郁永远不知满足，所以我们每天沉浸在痛苦当中无法自拔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宽大的胸怀，接受有要承受无，一切随缘自在。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拥有了很多，但是我们现在又失去了更多，想一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些感动伤害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的事情，像过眼云烟一样。所以要知足啊，要用感恩别人和珍惜别人的心，才能拥有你内心的法喜和平安呢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只有知道烦恼的根本，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。要懂得调节自心，降服自心，要有眼光和胸襟，跳出世俗的小得小失的狭隘圈子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